So naturally, I say it in the show, actually. I say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this, it's the moment of creation. If there was, so we're asking, was there a moment of creation? Did everything come into being, or has it always been here? But the correct thing to say, even about the question, did the universe have a beginning in time, is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And that's it. 宇宙充满了许多神秘，几百年来一直吸引着人类的好奇心。我们的祖先曾经抬头仰望星空，想着那些星星和无垠的宇宙。到了19世纪，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开始随着新的科学发现而进步。著名物理学家布莱恩·考克斯再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生活在有意识的宇宙中？我们经常用原子像太阳系、宇宙结构像大脑神经元这样的类比来形容。有趣的是，银河系中的星星数量、宇宙中的银河系数量、细胞中的原子数量和一个生物体中的细胞数量都大约在10^11到10^14之间。我们大脑中大约77%是水，而宇宙中大约69%是暗能量。这些都是各自在结构中发挥间接作用的被动材料。这就引发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我们是否可能像是行星规模上某个巨大的生物中的细胞，而这个生物还没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呢？我们该如何发现这一点？要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因为我们对意识和自我觉知还没有完全了解。然而，我们可以依靠一些物理因素来提供最有可能的答案。这些因素包括宇宙的年龄、不同比例的天体之间进行沟通的时间、最大的重力束缚结构的大小，以及不同结构间交换的信号数量。透过进行这些计算，并与我们在最简单的大脑结构中观察到的过程进行比较，我们可以估算出一个答案。这种方法帮助我们判断宇宙中是否可能存在大型的有意识的结构。宇宙中确实存在意识，我们人类是有自我意识的，也能相互交流，这就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一些哲学家认为只有自己的存在才能被确定，但我们日常的互动显示出情况并不止如此。意识在宇宙中是存在的，但问题是意识的范围到底有多广？意识在宇宙中存在吗？虽然我们还不完全理解意识，但我们知道大脑，我们认为能思考的器官有很多连结，并透过这些连结传递大量的资讯。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意识，但高连结性和快速的信号处理似乎有助于思考。宇宙和大脑之间的结构相似性引发了一个问题：宇宙是否可能也具备类似的思考能力？宇宙和大脑似乎都在处理和整合信息，这意味着出现在我们大脑中的复杂性和信息处理也可能存在于宇宙的最大和最小尺度上。宇宙像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像一个有机体或一个大脑的概念并不新鲜。这个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当时的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西曼德提出了一个叫做努斯 Nous 的指导力量，它将宇宙引导向更大的组织和目的。今天我们可能会将努斯解释为万物自我组织的概念。虽然阿纳克西曼德的理论并不完全符合现代科学，但它让我们重新思考宇宙是否可能像生命系统和不断发展的网络一样运作。2022年8月，理论物理学家萨宾·霍森菲尔德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听我说，也许宇宙在思考》。在文章中，他强调了宇宙结构和人体神经系统之间的相似之处。宇宙就像我们的神经系统一样，展示出高度的互联和层次结构。宇宙中大约有2000亿个银河系，这些银河系并不是随机散布的，而是由重力组成的星系团组织起来的。这些星系团可以合并成更大的星系团，并通过银河系丝，一条条星系构成的长丝状结构互相连接。这些庞大的结构形成了一个网络，与神经元在大脑中形成连接的方式相似，中间还有巨大的空隙。在宇宙尺度上观察，
这些结构和大脑的连接图谱非常相似，后者是神经元连接的详细地图。在大脑中，神经元聚集成更大的组织，并通过轴突连接传递电信号，遍布整个认知系统。霍森菲尔德研究了一位物理学家和一位神经科学家共同探索的研究，他们研究了宇宙网和大脑连接图谱的相似之处。他们发现这些结构具有显著的数学性质，表明它们非常相似。这让他开始思考宇宙是否可能具有思考能力。然而，仅仅拥有相似的结构并不能证明宇宙能够思考。正如一个死去的大脑不会产生思想一样，宇宙也需要更多的不仅仅是它的结构才能表现出智慧。谢谢您的观看，请继续关注并观看有关新科技的影片。